如果你玩徒手潜水，你会发觉啲鱼真系八卦到晕啊，喺个窿入边都要转身出嚟睇你。你话几鬼八卦呢？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欢迎翻嚟渔人推介频道，我系阿火。香港夏天好多人中意潜水，好多人中意夜晚落海捉蟹。不过其实潜水系一样高危运动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同埋要佩戴合适嘅装备啊！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下夜潜嘅基本装备啦。潜水当然唔少得蛙鞋啦，长蛙鞋悭力，短蛙鞋就灵活同爆发力强，两种蛙鞋各有好处，睇下你中意边种啦。夜晚我哋通常会带个网袋落去，网袋自己整或者上网买都得。胶衫除咗保暖之外，仲可以提供你浮力。当你游到攰或者抽筋，件胶衫可以帮你浮喺水面，等你喺水面可以休息一下。阿火绝对唔建议大家着 T 恤泳裤白饭鱼落海，因为呢个套装真系好容易发生意外，大家最好唔好试啦。夏天大家可以着2-3mm 嘅胶衫，而冬天就可以着5-7mm。呢件是负重圆背心，可以用来放圆调节你的浮力。潜水我们通常都是揀防刀割的手套，在五金铺就可以买得到。泳镜和呼吸管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吧。潜水物可以防止蛙鞋跨脚，夜潜当然不少得潜水电筒啦。因为要平衡胶衫的浮力，通常我们要带回个圆带，这些橡筋是用来扎蟹用的，潜水真的不少得。大家可以在圆带挂把刀，以防不时之需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跳海了。其实香港真的很多海洋生物，有时看一下都很开心。这只是海马，有时会在浅水石滩见到它。个肚胀卜卜咁样，唔知咪就嚟生得呢。不过在香港都有很多有毒的海洋生物，这条老虎仔被它刺到就大碌了。找一集同大家介绍一下有毒的海洋生物。其实初学者不带任何的武器都可以捉到很多海鲜的，今天就跟大家示范一下啦。花蟹只要你不怕它被它钳，就咁用手夹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放入袋之前用条橡筋扎好它，咁佢哋就不会互相打交，回到家就靓仔很多了。想学扎蟹的朋友可以留意我哋另一条影片。你唔扎好只蟹先放落网袋，有时佢会伸只手出嚟钳你噶。估唔到咁浅水都俾我撞条咁大条嘅海浪，睇个样都应该有3斤重。不过阿火今日冇兴趣食海浪，放你一马啦。其实捉鱼就系为咗食，如果唔想食嘅鱼，阿火通常都唔会搞佢。呢条海浪咁乖，俾我影咁耐先走，算你啦。其实大条嘅鱼好多时候都唔好食噶，识食梗系食沙掹啦。如果你玩徒手潜水，你会发觉啲鱼真系八卦到晕啊！喺个窿入边都要转身出嚟睇你，你话几鬼八卦呢？好彩你未够称啫，如果我实捉你啊！如果你问我几大条先捉得，其实好简单，汤圆都冇肉食嘅鱼就唔好搞佢啦。每人心中把尺都唔同，冇得教，自己衡量下啦。沙掹夜晚通常都唔会喐，就咁用手揿佢得啦。通常啲沙掹都喺大石边度瞓觉，你留意一下就会见到佢噶啦。不过捉嗰阵时要小心啲，留意一下侧边有冇海刺，小心俾佢哋刉亲。徒手捉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养到你食嗰阵时先劏，咁啊最好味啦。今日教大家整一个非常之简单嘅豉汁煮剥皮鱼。细个嘅时候，我婆婆成日整俾我食，算系阿火嘅童年回忆啊！我哋先准备啲姜丝、红葱头同蒜头，我哋切成蓉备用。我哋准备定啲葱白。沙掹清除内脏之后，我哋搣咗块皮佢，块皮好似沙子咁，女士们可以戴翻个手套先搣。我哋用盐同白胡椒粒腌一腌条鱼。有网友介绍俾我，海南岛嘅白胡椒粒同埋马来西亚嘅白胡椒粒系最香嘅。大家见到嘅不妨买嚟试下，呢啲白胡椒粒嘅味比胡椒粉香好多噶。阿火煮海鲜最中意就加佢噶啦。不过呢啲白胡椒粒用之前要用白镬壳一壳佢，咁啲味就更加出啦。每个人煮嘢食口味都唔同，唔中意白胡椒嘅朋友可以唔使加噶。酱汁嘅部分，我哋准备2汤匙嘅生抽同1汤匙嘅蚝油。
然后加入一茶匙的糖，再加入50毫升的清水，最后加入半汤匙的麻油，然后搅匀它。之后我们可以准备煎条鱼了。我们先热锅落油，加少少盐落去，煎鱼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黐底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放条鱼落去煎，因为我们一阵间仲要用豉汁煮，所以条鱼不用煎太耐。煎完我们可以拎起条鱼备用了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煮个酱汁了。我们先将葱白和姜丝放落锅炒香，然后再加入红葱蓉和蒜蓉。我们加入两茶匙的豉汁酱，炒到闻到香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头先的酱汁加下去。煮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翻条鱼下去。我们教个慢火，冚盖焗两分钟。焗之前，我们可以将酱汁淋在条鱼上面。两分钟之后，我们反转另外一边，然后再焗两分钟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碟了。在个碟底度，我哋可以加啲沙律、生菜，喺条鱼上面，我哋淋翻少少豉汁落去，咁样我哋嘅豉汁煮剥皮鱼就大功告成啦，系咪好简单呢？食得啦喂，食得啦，食啦食啦食啦，玩靓，系咯。应该好有味啊！哇，神快！嗯，正。呢啲嗰阵时咧，细个婆婆就咁样整嘅，好味。煎香少少，再加豉汁煮，嗯，都冇够入味。嗯，啲三猫真系好鬼滑噶。哇！咧嗰啲沙律生菜嚟喎，洗乾淨喎，食得噶。加啲芝麻醬。加啲芝麻醬。好唔好食啊？我覺得胡椒同魚係好夾，呢度有少少胡椒味咧，有吊下味，即係唔係好多。但檸嗰只胡椒咧係香過啲胡椒粉好多。即係磨。係啦，磨出嚟嗰只。依、這個都正啊，沙律生菜啊，唔係點啲粥咁味啲菜，係咩？嗯，嗰啲鹹鹹味嗰啲汁，啲西式生菜點呢個豉椒汁，真係大到方向啊！我覺得 OK 喎，但係 OK 啊，試下先。